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台北市内湖区的阿玉鹅啊大肠手工面线，这是这一间店这边的样子。我说在这边是算知名的店家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好，今天天气不错。好，那营业时间在这边早上七点到下午七点。好，老板你好，那我要一个大的鹅啊面线，这边吃大肠鹅啊，然后我还有一份鹅啊汤。哦，这鹅啊汤是现煮的哦。他们都现煮的。哦，都现煮。哦，现洗的。哦，在这边可以闻到那个鹅啊面线的香味。看起来非常赞。嗯，好，汤头清甜，然后带着淡淡的香气。嗯，好吃。啊，这个热腾腾、热腾腾鹅啊汤，哇，鹅啊蛮多，赚60块，很超值哎。嗯，赞，嗯。但是其实我是想弄成这样豪华版的。好，哦，看起来很新鲜。嗯，哇哦，满满的大海鲜味，嗯，很好吃。鹅很新鲜，像鹅已经变成这个面线主角了，满满的大海能量。哦，真的很赞啊！哎，它汤头是没有勾得很浓，我比较喜欢那种清汤类型的，哦，就是不要太浓，有对我的胃口啊。试试看这个大肠，卤的蛮透的，然后那个辣椒就是不会太辣。啊，那个卤汁就甜香甜香，甜香甜香的啦。大肠嚼起来，然后富有油脂的香气。但是个人觉得鹅啊才是这一碗面线的主角。嗯，哦，大个啊，这样吃起来真的很过瘾。哦，记得我这个是加料版的哦。
各位朋友可以像我一样，加一碗鹅鸭汤，然后把那个鹅鸭全部放下去哦，这样吃起来爽爽爽爽爽。好，相当过瘾。嗯，真的很棒。好，这样加料之后，我觉得是满分。哦，超新鲜的，赞！啊，吃起来就是比较清爽型的面线。嗯，好吃。哦，很推荐哦，赞。好，清清爽爽，清清爽爽。好，老板，我想要再一碗小碗的瓜仔肉饭，这边吃。然后我再加一个五香卤蛋。好，再一次这个瓜仔肉燥饭，嗯，我看这个卤蛋的颜色多么的美啊！哇塞，卤的超透的哦，连那个蛋白的颜色都卤得很透，好吃哦，而且热腾腾，热腾腾。真的很棒。哦，可以感受出它有那个香料的香味啊，好吃。哦，再吃瓜仔肉燥。嗯，哦，哦，好好吃哦！哦，真的用真材实料，而且它这个绞肉有炒香，哦，真的很棒。肉燥就肥瘦相间，哇，很厉害啊！很香啊，甜咸甜咸咸甜咸甜，这样的介于中间的滋味哦。好吃。饭也煮得很好吃，好。真的很棒，好，吃起来就感觉是这个口齿生香。像住家般的环境，但是东西真的非常美味啊！好，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了。
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满分，很好吃。好，那个人觉得非常美味的阿玉蚵仔大肠手工面线，它主角完全是蚵仔，所以蚵仔在前面，哦，比大肠好吃应该至少有四倍以上，因为是现煮的。好，那总共是180元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一定要来尝尝看哦，赞。好，我有等到变成可以行人走才过，跟各位讲一下啊。旁边就是一个土地公庙。好，那就祝各位朋友这个周一加油啊，工作加油，然后吃个好的早餐，然后心情愉悦。好，拜拜。